当史蒂夫穿越到马里奥的世界。哎呦我去兄弟们，我是我去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？我是啥人？我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去，这的泥土怎么这么难挖呀？我去，挖这么久都挖不下来，看来我需要个镐子呀。真奇怪，这个世界只能往左往右走。哎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怎么长得这么像个蘑菇呀？然后呢兄弟们，这边还有两个蘑菇。哎，这为什么都是问号呀？它是非常奇怪，为啥长这样吗？我也非常奇怪呀，但是它脚底下正好是木头吧兄弟们，咱们挖下来。哎兄弟们，直接挖下来。哎我去，这个蘑菇还给我啊，挺好挺好，我直接收获两个小伙伴呀。我去，哎等一下，这个小白蘑菇吗？啊他还帮我撸，但是他撸不下来的，还是让我来吧你个小蘑菇。哎看我直接都能撸下来，嘿嘿。哎还有一个，继续撸继续撸，嘿嘿。兄弟们，这样咱们都有木头了兄弟们。我走了，两位小朋友有缘再见。 OK 现在到咱们合成时间了兄弟们，先合成个木板，再来个工作台兄弟们。当然木棍也不能挖，然后呢咱们放到工作台就给合成咱们的木镐了。有了木镐之后咱们就可以挖这个方块的，我到底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方块。哎兄弟们挖下来了，咱们看一下，哦原来是石头呀，咱们可以做石镐了。这个木镐不要的，丢掉丢掉。哎兄弟们，这个世界木头非常稀缺呀，咱们工作台得撸走。这个奇怪人弄了个奇怪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好大，好厉害哦，还能挖穿方块的，好厉害呀兄弟们。但是他为什么要丢掉呢？嘿，我找到新家了兄弟们，这个家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家了。嘿嘿，放到门咱们进去。当史蒂夫穿越到马里奥的世界二。哎，这是他建的房子吧？咱们去看看，真不错。哎，我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？你不要过来呀！哎，冷静冷静，我是给你送稿子来的。送稿子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这是我不要的东西而已。哎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再送你一个别的这样的材质的东西。哎，这把木剑不错吧？给你。哎，这外面有奇怪的声音，什么奇怪的声音？Oh my god！ 他竟然炸了咱们的小蘑菇，那不是我的好朋友吗？嘿嘿，好兄弟，你不用怕，你看我的，我都踩死他们！哎，看没兄弟们，哇，辣条好吃的，甩你脸上！哎，兄弟，那是腐肉，快丢掉！哇，兄弟，你的剑玩的好溜呀！我去，哇，把教授吓得小意思，浑身发抖了。啊，这是啥？我去！哎，没我啥事儿的呀，我啥都没干的呀，真是的，我啥帽都没帮上啊，都给了他把木剑。兄弟你没事吧？你该不会嘎的吧？什么鬼前面？我去，这么多僵尸啊！昨天还会虎地炮，我去，这大事不妙啊！先撤退再说啊！溜达溜达溜达。我去。什么情况？哇、这么多啊！没事，我还有这位兄弟给的木剑，哎，木剑。哎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没事，我有这个。哎，看我和你们一决一胜负。我去，哎，我还有绝招，看着啊，我都踩死你们。嘿嘿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哎呀，我去，我又来了。哎，我去，这是什么？又是那个会爆炸的东西，赶紧踩！哎，直接的四杀。哎呦，还是不白起，你已经晚了。后面的是啥呀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我这怎么还会射东西呢？我去，我！哎，幸亏我眼疾手快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太阳出来了，我烧起来了！我的天哪，他竟然会烧着！原来他怕太阳啊！就可惜我的家园。小黑，小黑，你快看，这个东西好！哎，小兰，你看这个，我都戴在身上。哦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！哎呦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草咱们挖掉，哇，出来个小麦种子，咱们有饭吃了。但是咱们没泥土呀，我去。算了，咱们还是干点别的吧。我看看锤子往下挖能挖到什么。哇、我收获满满呀，看我的岩浆，哎，三堵岩浆我可以去地狱了呀兄弟们，嘿嘿。当史蒂夫穿越到马里奥的世界三。哎呀兄弟们，你们猜猜我找到了什么？嘿嘿，是岩浆还有水，咱们有这些都给做地狱门了呀。我要看看这个世界的地狱到底长什么样，咱们赶紧的继续看一看。没有打火石只能拿这个代替了呀兄弟们。 OK， 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地狱门都诞生了，咱们直接去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也要进去瞅瞅。来了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看得好危险呀兄弟们。不行，我要换一身战斗服去。嘿嘿，我又回来了。我的朋友在那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多的人，这可怎么？我去，这什么鬼？好朋友你没事吧？我把这个战利品给你。嘿嘿，谢谢了我的朋友。看着啊朋友，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啊，看着吧，直接入河流的末地之眼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去打龙了。好奇怪的东东，我想碰。
不许碰，这个东西很危险的，这个东西只有我能使用。来跟着我，我给你表演一下用法。我直接一路向下挖，嘿嘿嘿嘿。哎呦我去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我，你慢点呀，我都跟不上了，我来了。快点跟上我好朋友，看我直接一剑秒杀梦魇龙。哎，哦，好朋友你在这儿呢，你来的也太晚了吧。好朋友，我认识你好高兴，咱们能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我的好朋友。不过咱们现在要回家了呀。